家好，然后非常高兴就是能够来参加波卡在上海的 Decoded 的分会场，对，然后也非常感谢Parity 以及OneBlock 的邀请，对。然后我叫玉柱，对，然后其实很多人都叫我柱子，对，比较贴切，对。然后我目前主要负责的业务是在 Acala 在亚洲地区的一些 BD 以及 Marketing 的一些工作，对。然后这是我今天所要演讲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会介绍一下目前 Acala 当前的一些现状，然后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Acala 最近新发布的 Exodus Plan， 对，然后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 Universal Asset Hub， 对，然后也会介绍一下我们马上要到来的一些激励的活动，然后还会讲一下关于就是为波卡生态推出了一个测试的一个环境叫 Chopsticks， 对，然后还会讲一下就是我们跟 Wormhole 合作的一个通用资产的入游，对，然后最后的话我也会介绍一下 Acala 目前在 RWA 里面的一些进展，对。然后我现在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 Acala 的一些现状，对，然后了解波卡生态以及了解 Acala 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就是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其实 Acala 链上其实发生了一件AUSD 事故，对，那会儿是有大量的 AUSD 被命出来，对，然后但是最后由于得益于 Substrate 的治理，对，然后有 99.5% 的错误的铸造的 AUSD 都被销毁了，然后有一小部分流通到了像 Moonbeam以及其他的一些平台上，对，然后为此其实我们基金会其实是拿出了一部分的 USDC 做抵押，来保证就是链上的 ASD 是100%全抵押的，对，然后在去年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最大的损失者应该就是项目本身，对，其实并没有说没有人在这个黑客事件中就是说损失一分钱，对，然后其实去年这个 ASD 事件其实也给我们敲醒就是敲醒了一个就是可能发现了一些 ASD 目前会存在一些问题，对，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在拍到波卡平行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心是在我们的稳定币上，那时候的话其实链上的一些激励的活动我们都是奖励 ASD 的，也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抵押了一部分的 ACA 去借出了 ASD， 然后把 ASD 发给了用户，但现在问题在于就是说 ASD 在初期它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市场对这个需求并没有，唯一的需求就是可能用户抵押了 LDOT 抵押了 ACA 去借 ASD 之后，唯一做的是可能是再去买，也就是加杠杆，对，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诞生了，也就导致了在我们去年把流通出去的那些 ASD 给补足之后，导致 ASD 还无法回锚的原因，当然还有就是一些流动性的短缺，所以说我们发现就是按照就是超额抵押的稳定币机制其实现在是无法实现去回锚到一的，对，所以说我们转换方向，就是说先暂时把 ASD 这个产品先暂停，对，然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们的 ASD 的产品上，对，对，然后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发布的 Acala 的 Exodus Plan， 对，然后 Exodus Plan 其实翻译过来是出埃及记，对，然后我们的 co-founder Betty 其实他起这个计划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出埃及记是一个就是说帮助摩西把以色列人民从埃及带出来去做一些全新的探索，对，所以说我们起这个名字也是希望 Acala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能做出一番的探索，对，然后关于这个 Exodus Plan 的话，第一点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对于 ASD 的解决方法，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推出的 Universal Asset Hub，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在我们的 Universal Asset Hub 做起来之后，我们会基于这个 Hub 的资产然后再重启稳定币这个项目，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经济模型的一些改变，就是说其实我在社区里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 ACA 可以质押吗，可以在哪里质押，然后我们通过经济模型的改变让大家手里的一些 ACA 可以去做 staking， 对，然后这是我们关于 ASD 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说
投票已经通过了，然后会在下周7月20号的时候会发生执行，就是说会把阿卡拉链上的所有 ASD 换成 AC 的，对，就是说用户地址上的 ASD 会自动变成 AC 的，然后阿卡拉 Swap 里面的 AUSD 池子会变成 AC 的池子，对，然后因为 ASD 背后它是有抵押物的，所以说我们会根据 ASD 的数量以及 ASD 价值去将对应的抵押品存入到 AC 的 Treasury 里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内 AC 的它其实是可以在这个 Treasury 里面把资产给赎回出去的，对，然后因为可以抵押借出 ASD 的资产有 ACA 有 LDOT， 它 LDOT 它其实本质上是生息的资产嘛，对，然后 ACA 也即将要开启 staking 了，也就是说 ACA 未来也是一个可以生息的资产，也就是说这个 treasury 里面它其实是价值其实是不断增长的，对，然后未来的话 Akala 也是会把网络的收益会放到这个 treasury 里面，对，然后这个 ASD AC 的从 treasury 里面赎回资产的条件就是说回去一下，对，赎回的条件就是说首先要过12个月，然后Treasury 里面的资产分到每一枚 AC 的价值是大于1美金的，那 AC 的持有者就可以去发起链上的一些投票，然后把抵押品赎回出来，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即将要推出的一个 Universal Asset Hub， 对，然后这个的话因为我们其实跟 Bifrost 一样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波卡上面的一些 LSD 的产品，只不过当时波卡并没有那么轰动，它可能更多的聚光灯聚焦于它平行链的模型上，对，反而是以太坊转为 POS 的 LSD 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对，然后我们接下去的话其实是也是会以 LSD 为中心，然后去做一些长期的激励，然后让一些LSD 资产以及它的一些 DApp 会跑到 Akala 上去构建，然后这些的话是我们目前 Akala 链上已有的一些LSD 产品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LDOT 的话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最高是有超过800万枚 DOT 换成了 LDOT，对，然后随着去年到现在的市场下行，那个 LDOT 的数量变成了215万个，对，其实还数量还是目前是在波卡生态中属于领先的一个位置，对，然后我们持有 LDOT 的地址数量其实是有14418个地址持有 LDOT，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LDOT 的机制设计的情况下，就是说大家在 Akala 的 DApp 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收益是22%，其实它收益是比在波卡原链上是要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 LDOT 是有一个快速赎回的机制，快速赎回的机制它其实是需要收一笔很高的手续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持有 LDOT 以及最后是正常解版的话，你其实得到的收益是比波卡原链上的质押是高7个点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LSDOT 和 LSEs， 这个的话其实是 Alluvia 推出面向机构的一个 LSD 产品，对，然后 Alluvia 前一阵子也刚拿了1200万美金的投资，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TDOT 的话它是第一个以波卡为核心的一个衍生品嘛，对，它会把 DOT LDOT 以及 LSDOT 会整合在一块，对，然后目前的话也是有将近10万枚 TDOT 的铸造出来，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 TabEase 的话也是Tapio 的产品，它其实是因为以太坊上面的 LSD 的一些衍生品其实资产很多，然后他们就在以太坊上去构建了一个将不同种类的 LSD ETH 的产品集合起来，然后打造了一个 curve 池，对，然后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测试网，然后测试网的话参与的人数其实有超过4万个用户，对，然后他们也马上要推出它的主网了，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上 Tapio Finance 的官网去查看一下，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大概的就是 Universal Asset Hub 的一个结构图，对，然后我们其实只有两个就是有两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池子，一个是 DApp， 对，然后我们会吸引很多就是 LCD 资产在我们 Akala 里面去建造
池子，然后也会吸引就是以 LCD 资产为底层的一些 DAPP， 对，然后也会把一些 ACA 的奖励去给到这些池子和 DAPP。对，然后因为波卡的第一轮平定的超金拍，他们的豆的释放应该是在十月底，对，也就是说在十月份的时候，十月十一月份的时候，它是会有一大批豆的解锁，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个解锁提供了就是准备了许多的那个激励的活动，对，然后继续扩大我们阿卡拉链上 LCD 资产的规模，对，然后我们也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去宣发更多的一些合作伙伴，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 ACA 的一些新的经济模型，对。然后经济模型的话，其实我们计划就是在未来的六年内每年增发一亿枚 ACA， 对。然后其中有50%，也就是5000万枚是给到做 ACA staking 的，对。然后还有5000万枚是给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那个 LSD 资产的一个流动性池以及DAPP 等等，对。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点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如果是未来做 ACA staking， 它并不是仅仅获得的是 ACA token， 它可能也是会得到一些新的 DAPP 的 token 奖励，以及 LSD 资产的一些奖励会同时得到，对。然后对，这边就写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新发行出来的 ACA 一共有四个用途嘛，对，然后第一个就是给到 ACA staking， 然后第二个就是给那个流动性池，第三个就是给 DAPP， 第四个的话就是说如果现场有团队以及项目，就是说他想要帮助 Akala 去做一些 LSD 的增长的方面的事情，也可以找到我，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一丰厚的 grant 和奖励吧，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Akala 的这个增发其实并不是永久的加，它不是在底层说去有一个长期的 staking， 它只是一个六年的短期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未来ACA 它每个月都会固定释放出一部分 ACA 出来，然后这部分首先主要的就是用到上述所上就是 ACA staking， 然后给池子、给 DAPP 以及做 grant。对，如果这部分没有用掉的话，每个月其实它是会销毁的。而且当 Akala 的那个网络手续费产生之后， Akala 也会把所有的手续费给销毁掉，也就是说其实 Akala 长期看也是还是一个通缩的模型，对。然后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对。然后就是说在我们 Universal Asset Hub 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会去基于这些 LSD 的资产去重启一个稳定币的项目，对。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跟美元锚定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标的物去进行锚定，然后我们这个稳定币的话也是稳定币的机制，然后也是会在合规的条件下，然后尽可能去做到去中心化。然后接下去的话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 Chopsticks， 这个 Chopsticks 是我们 CTO 陈希亮他推出了一个测试的一个环境，对，他是给到波卡生态的平行链去在发布新功能的时候他能够去进行一些测试。然后就是说首先你作为平行链它可以去 fork 任何网络然后去做测试，而且也可以同时 fork， 比如说 fork Moonbeam、 fork Bifrost、 fork HydraDex 同时几条平行链去测试XCM， 对。然后而且它这个的部署其实非常简单，可能不需要说繁杂的去做什么编译的工作，对。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我们 Akala 的那个Multi-Chain Asset Router， 对。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跟 Wormhole 推出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Akala 其实作为一个进出口港，然后 Wormhole 的话其实它就属于一个货物运输的一个角色，对。然后对，然后他们 Wormhole 的话它是可以通过就是说将波卡生态以外的一些资产送到 Akala 上来，然后再由 Akala 去进行包装，然后送到各个平行链上去。然后我们目前合作最频繁的是 HydraDex， HydraDex 用我们的这个产品已经输送了超过400万枚的代，以及还有一些 WBDC 和 WETH， 对。然后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资产路由其实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 HydraDex 的用户，你不需要说要从 Wormhole 开始，你只需要未来只需要在 HydraDex 的前端
一键就可以把以太坊或者代从以太坊上 跨过来。对，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以及快速的一个资产路由的方案。对，然后最后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RWA 上面的一些进展吧。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 Alluvia 的话，其实刚刚讲了，就是他们是对根据那个为机构提供 LSD 服务的。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Rechive。 对，然后它其实他们是一个社交电商平台。对，然后他们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 tokenize 的一些解决方案。对，然后其实主要聚焦于是在积分以及优惠券上面，当然未来产品可能会陆续推出。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Current 其实是我们前年公布的合作伙伴，他们是美国的一家 New Bank， 他们有300万的储户。对，然后我们其实跟他的合作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现实资产的一些储户的资金带到 DeFi 以及带到 LSD 来，但是由于合规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产品还无法去面世。对，然后但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 SEC 还是香港，其实越来越多的 RW 上链的动作也慢慢诞生了，我相信我们跟 Current 的产品也会很快诞生。对，然后我今天演讲内容就是这些。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Twitter，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英文社区 Discord，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论坛，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中文电报，然后我也在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 Akala 的问题可以进到电报群然后跟我交流，谢谢。感谢一直